来看看，来 ，Hello， 又来到要买龟鸡的，他们茶饮是便宜的，可是我有刚刚有去店他们店问他们这是加果糖还是蔗糖，他们说加蔗糖，可是我就喝不出那个蔗糖的那个香气。你看这个有没有比较好喝一点？我们一样是比利时上次的 ，OK。拿纯吃茶来跟它比就好了。纯吃茶，我看一下，喝不出，真的喝不出蔗糖的香气。哦，是好喝，可是拿跟纯吃茶比，那个蔗糖的香气就哪边蔗糖香气就差很多了，是真的不难喝，真的。可是不是很超级优的红茶，就是清淡的很些，很清淡的感觉齁，是可以买真的。可是你想要喝茶味很浓的，可以去喝一下老赖的，老赖比较贵齁，35，可是它半糖就很甜了，蔗糖香气很重。嗯，你要是想清爽一点，可以喝龟记，龟记感觉就是。很淡啊，它的五分糖真的是很淡，而且喝不出它，真的是喝不出蔗糖的香气，不难喝啦，就是清淡的些啦，茶味不浓。所以这个我的地图评价没办法给它5颗星。那个哪一家？那一家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常喝的那一间，永正金枝红茶比它好喝，它评价没有前家高，可是它红茶比它好喝，要改进了，这个比例真的是淡到不行，没办法了，只能4颗星而已。OK， 好了，拜拜，再见。